季秋这个叛徒，是我要找你，跟季秋没有关系。 都是一个户籍，不是什么你家。金子琪，想吃吗？哼，谁想吃啊？你想用甜品收买我，做梦！而且我看起来像是为了甜品放弃底线的人吗？这家店附赠的。哦，哼，那就别浪费啊。 找了什么工作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？中美文化漫画助手。怎么还是漫画？有问题吗？你这么多年在外面，我以为你多少有点长进，你怎么还是这么不切实际？追逐梦想和浪费时间，往往只有一墙之隔。 有想法的人早晚会冲破那堵墙，剩下的不过是浪费时间。你觉得你是哪种？你不用拐弯抹角，要放弃我早放弃了。今天你无论怎么打击我，我都不会跟你走。而且我觉得，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认可我，就够了。谁呀？漫画业内权威，还是哪个知名画家？又或者只是杂鱼之间的互相吹捧？你瞧不起谁啊？ 对方是业内龙头公司，我被录取了，白纸黑字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笑什么？你要是凭自己本事拿到这份工作，我放你自由，以后你想做什么我都不管你。这话是你说的，只要我成功入职，你就再也不管我了。但你要是失败的话，那我就乖乖跟你走。但那是不可能的。话别说太满。你真以为我跟你走，能管我一辈子？ 你可以试试。你从小到大，我哪句话没有兑现过？上班记得换正装，听见了？